伙计，你要认住呢班人个样，一个一个咁认住，一定要记得佢哋个样。佢哋每一个人身上都染满咗你阿爹嘅血，系咪佢哋逼死阿爹噶？你大个仔要为阿爹报仇，一个都冇俾佢哋走甩。恩女事主令夫自杀身亡都算是可惜，而家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借信的所在。洪文大师，我告诉你知金毛狮王在哪里，你是不是会放过我们这对孤儿寡妇？出家人是不会说大话的。好，我就只是告诉你一个字。女事主，你讲清楚啲，大师，金毛狮王就喺嗰度，祝你早日揾到屠龙宝刀。女事主喺边度啊？女事主喺边度？佢都冇讲到，冇讲，佢真系冇讲到。妈，好记，阿妈呃佢嘅啫，你睇阿妈呃人几叻。记住，千祈唔好信女人，越靓嘅女人就越识呃人。记住啦，师傅，我哋同你师兄报仇。好，救咗无忌先。